Wendy 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学生，平均成绩在 3.0 以上，业余时间作为 KEJC Networking 学生俱乐部的主席，成功地弥合了学生和行业专业人士之间的鸿沟，为同龄人提供了宝贵的社交机会，在多伦多大学担任健康大使的角色，为同学建立一个关爱和支持的环境。此外，作为 New Billionaires Capital 的风险投资分析师和 EQ Bank 的实习生，积极提供有关企业职能、合作伙伴管理和团队协作的宝贵见解，并且积极参与推广了 TEDxUofT 2023的志愿工作。在社区活动方面， Wendy 也积极投入，作为 ISO Sports 的区域总监，主持了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全国篮球比赛。